对，我想知道在你心中独立女性是什么样子的。独立女性，我觉得你有什么人在你身边，没什么人在你身边，有什么物在你拥有，或者是你不拥有什么物，你都可以快乐。你不会因为我拥有某一个人，或者是拥有某一个东西，而决定了你的喜悲。哇，我拥有这个东西，我很好开心，我不拥有啊，我好难过。没，我得到我开心，没得到失去我难过。那就你记住，所有的东西就是对于我而言，就是全部都是锦上添花。所有的雪中送炭其实都是来自你内在的东西。你自己就这样待着，你可以不因为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情，你都可以感恩快乐，那你就不太容易被打垮。我觉得那种独立就像傲骨梅花一样，在怎样的寒冬之中，我都可以开花绽放。